求，性命恐惊有危险。奇怪，前面哪有吵闹之声？先在一边观看一时。哪里个是你该穿脱的呀？不是，确实我是学生来找找你，要不我哪地啊？跟你叔兄的代志，我全然未当了解。许是为我看到你有危险，我才出手相救。你哪当来误会我？所以这个人是你真正不知影。我不知影。我拄则是来拍吧。好啦，莫安尼啦，是你啦。我拄则无甲代志问好清楚，哎呦呦，我感觉我足见笑的，去到个所在要找人报冤仇，结果人报倒一件出来，我一半会倒啊，倒已经歹去啊嘞，我根本就不是个对手啊！看你师兄，我看出来你是伫个牛我，啊无我一普通刀啊，哪有可能甲报倒相拍啦？你爱伊对无？也毋过我爱的是你啊，我操，啥物人要爱我？爱我的人真济啊！袂用这个是。马天狗，你会知影讲我要服输的代志。如果即摆我若无赶紧倒去报仇，恐惊这输去败露，电道对我是无好的。那恁是，我跟你去。我跟你去就好啊。你倒去山中所来等我。嘿，勇哥。放心，我一定平安无代志，知影无？啊，你倒去吼，这面爱冰敷，啊，若无你面又都大片的。还想我最近食较好，啊无你当作我面遮大片哦，无要紧，你叫我倒去山中，哼，我偏偏都唔来，我就来甲你倒找，看什么所在，咱甲你斗三工。